这个又飞到金门了啊，来去拍摄那个内容。那基本大陆是做了一些什么动画啦，那青蛙丢石头，然后这一次又飞得更低了，连石头不敢丢。但是我倒是看到一个比较不好的问题啊，就是他真的乌龟王八金，他真的不开第一枪啊。就跟之前那个918事变、77事变一样啊，什么热核进入热核，对不对？然后核没协定啊，一路到77，到最后大家热了才大家发火了啊，猛烈攻击了，然后他手上已经有很多兵，他才勉强去打，而且还是防御战。那乌龟他一定是这样的，看到敌人比自己强，或疑似比自己强，他就说啊，所以他这个他绝对不会还手。我反而看到一个很麻烦的现象啊，他知道你比他强，他绝对会说，但是他会用各种方法去干扰你的意志。我以前都提过了嘛，所以前面我才要说要无恶念打退，就这个原因吧。他会用各种方法干扰你的意志，然后你就容易会有无间道的可能性。以前日本人跟中华民国乌龟王八金，仅两个乌龟金都互相玩过啊，所以因为他感应的很快，因为互相都是龟啊，都有龟气啊，都有龟派气功啊。那中国大陆不要受这个影响啊，因为现在你不要当。不要被这个王八气给影响，他一定不开第一枪，绝对不开啊！因为前一阵子就在去年，那时候不是已经开始军演一年多了吗？我已经提过了嘛，跟一些人讲，然后他们都要假装吓一跳，说大陆军演，就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一连串的军演越来越热了嘛啊！为什么要打我？都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还在震惊？为什么要打台湾？中共为什么要打台湾？还在装傻哈？所以他可以装傻到这种程度。你的无人机飞过来了，然后他还是这样子的表现，他绝对不会开第一枪的。甚至我都怀疑他那个卫哨里面，他的那个弹夹里面，长官都不发子弹给他们，都有可能。房子里面有人开枪啊，房子开枪啊，甚至他那个里面都搞不好是空包弹都可能。以前我当过兵，我知道啊，他要防你啊，防你比防敌人还重要啊。我跟你讲乌龟王八金的背刺嘛，让你一定要练成每个人都要有龟壳啊，要骨骨啊。骨骨啊，所以他一定是防自己人比防敌人还重要的啊。乌龟就这样防自己人防敌人，如果他动不动给你来个背刺，防止你没有龟壳啊，所以变成每个人都要有龟壳啊啊，对外都要说啊。所以但这不是一个好现象是什么？他们这样子不开第一枪就在拖时间，那你拖时间，时间一分一秒一直往后推啊，真正不利的不是乌龟，不会是他们，真正不利的是对岸，不利。如果拖太久，拖过那个时码啊，他现在目标就是这个时码，所以你换到另外一个面貌哈，不要去嘲笑啊，他有一个底层的作战，底层的作战就是时间战，他就是拖自觉时间战。把它弄到大家对政府的信心越来越没有之后啊，到发现被骗啊，大陆老百姓发现啊，我们有他就是目的，他就想要达到这个目标，被耍了啊，被骗了啊，因为他用各种方法，那他就会对政府可闹起来了嘛啊，他就想要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他会搞拖自觉，然后用海外的各个媒体还有这个
用各种语言话术说中共绝对不会打啊，然后内部在那边装傻。你整个串在一起看，它基本就是一个有系统在操作啊，还是有系统余气在跑，所以它并不是你想的哦，那这么窝囊笑一笑就好了，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啊。我看从这个现象，你可以看到很深入的一个状态啊，他有在反击啊，他这个反击是在酝酿你内部的一个发酵和矛盾，内部矛盾，所以他不反击嘛，所以他不会开枪了啊，他的反击是用拖时间的啊，所以你一定要，所以我说要登岛。那他现在你看你飞机怎么飞，他就是不反击嘛。所以我说卫哨搞不好金门卫哨没有枪哦，啊，你没有间谍，你自己去拍也派人去看哦，防自己人绝对是比防敌人还要严重啊，啊，乌龟王八局就是这样啊，啊，一定会从背后背刺啊，那谁能在这局里面能够称王，那就是有灰气的啦，不断的缩头，不断的有硬壳的那一种，就可以当乌。龟王啊，然后也要不断的背刺同志啊，背刺自己人，防止你们不是乌龟，有混进来的。哎呀，找一只蜥蜴来假扮好了啊，找一只蜥蜴画上一个壳来假扮好了。这，所以不要小看他。卫少这个样子啊，很荒谬啊，抠人，然后惊讶啊，然后不反击啊，躲起来啊，这样子，不像个军人。但是他实质上已经开始在埋毒啊，埋毒，也就是不开第一枪。所以你破他的方法，我已经讲过了啊，我以前讲过了，就是用。以前那一只乌龟发明的，因为乌龟懂乌龟嘛，啊，就是日军啊，七七事变，我要进来搜查。你看他九一八事变的时候，他是直接打，对不对？然后后来一直进入热河，他一节节挑衅嘛。然后你看黄大五间第一步就知道了，后面有力量在拉，前面就咬死不反击，他去串日本的那个内部去了。他前面就是咬死不反击。他就熬得住自己中国的内部在那边反弹啊，然后他想办法制造日本内部的那个问题啊。那前面的那些日军就很火啦，被你这个王八戏惹火啦啊！他最后他们发明了一样，怎么样挑衅中国军队啊？你中国军队就是不打嘛，对不对？那怎么样挑衅中国军队？就是我有一名士兵失踪，我要到宛平城来搜查，这是他发明的，所以这个要拿来直接拿来用啊，那直接拿来用。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现在这些政客他还在想着选举，还在搞内讧，想选举还在搞互相拆台啊，因为王八精嘛，一定要被刺的嘛。所以这个民主滋滋轮装很适合他啊，很适合他，这样子可以集体的互相背刺来背刺去，但是就是这样装傻，充时间啊，那时间拖越久，对中国大陆是越不利的，绝对不利。所以时间并不是跟其他人讲的一样啊，我的看法跟其他人不一样，时间对中国是不利的啊，时间对中国全体中国是不利的，绝对不利。因为你并不是你眼睛看到时间好像你国力在上升啊，实际上不对啊，实际上不对啊，而是你内部的不确定因子随着时间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包括你过了我以前讲的那个该统一的时间期数，你过了这个，那你的那个内部的变数就越来越多了。他还会从外部，像什么重庆烧山啊，哈，或像之前香港的那个点火一样，他不断的用这个东西去吹嘛，吹你内部不利因素，然后这边拖嘛，
所以你不要认为看到这样子好笑，他没反击啊。事实上，乌龟精是有反击的啊，有反击的。所以我为什么讲说要早一点这样子刷？不出招则已，一出招啊，中原一点红。我以前提过了，就这原因哈，他会制造你的不利因素，因为他现在什么工作都不做了嘛，我以前提过了嘛。那他把主要的精力就是用在这里嘛。哪怕台湾人都被弄得很惨了，甚至我之前不是讲过那个绑架撕票吗？啊，撕票啊，你回去找啊，那个撕票现在真的撕票啊，绑到柬埔寨，你看勒索、撕票、割器官。所以有时候哈，乌鸦嘴预言了，那个局势确实是这样啊，所以。我跟其他人的看法不一样，时间拖越久，对中国是越不利的，越不利的，因为他会把很多不确定因素往里面灌。美国人垮掉无所谓啊，我讲过很多遍，他是强盗集团嘛，他的气数也是有限的嘛，他的那科技都是偷来的票没有，他什么都没有了嘛。就什么就发展都不起来了嘛，啊，国力就一直凋零，一直衰竭了嘛，那涂的那层漆就一直掉漆了嘛。它垮掉无所谓啊，你不能等它垮了，因为你不转的话，它垮你也是重伤啊，你也是重伤。所以不要为了美元霸权什么搞掉它美元霸权，或不要想说我要下什么大棋。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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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的事情做好，基础做好，啊，这个我相信是有了哈。无人机都已经越来越近了，都已经飞到你的面前，但他就是不开枪啊。下一次可能飞澎湖、飞台湾，他还是不开枪。战斗机是飞台湾上空了，无人机也可以飞到台湾啊。然后你看他无人机飞到台湾，那部队长官怎么说的啊？那是民用的啊，观光。呵呵啊，民用的，你看，他这个对话是不是跟以前那个七七事变以前的那个中国军队步步退让的中华民国国军是不是一模一样，干了同一件事情？所以那是龟精哈，他并不是你笑嘲笑的台湾人专利啊专属，因为那时候都是大陆人啊，那时候台湾人是在日本那边的，啊，那时候不是中华台湾不是中华民国啊。他的行为为什么一模一样？就那延续过来的嘛。哎呦，所以不要给他拖哈，千万不要给他拖。啊，最后你看一下这个，就是我看到一个日本的那个速报新闻啊，那个第七舰队派了一支啊，这个是应该是驱逐舰吧啊，那个。啊，但是这个跟中国的战舰一比，就是破破的了啊，旧旧的啊，美国也没有那个力气去维护或更新了，啊，通过台湾海峡继续点火嘛，啊，通过台湾海峡继续点火嘛，啊，那就很好，你美国就帮我们继续点火啊，通过台湾海峡继续点火，那就再加码嘛。啊，再加码嘛，蹲乌龟，大家一起蹲呐，不然他不反击啊，啊，那就继续弄嘛，继续戳啊，所以这个时候老美还帮了忙了嘛啊，老美算是帮忙了，因为他也讨厌这只网吧了啊，要赶快把他看有什么东西给他刮走，赶快弄掉哈，大家都轻松啊。这个政权对美国确实对你美国也不利啊，你继续耗着啊，对你美国也不利啊，大家到最后大家都不利，就是台湾的政客继续捞钱有利啊，所以赶快通过哈，赶快再加码，九月他还要继续加温，所以美国准备要打爆，这一点是无疑的啊，那就让他爆吧，大家继续像这个月月初八月月初一样啊，那个全网给他凝聚那个一股动力再往前推，因为当佩洛西来的那一次，
说看表面上看上去是美国人在点，但事实上是中国大陆怕的是内部的人爆开啊，变反政府了啊，内部变反政府了。尤其那个时候中国内部的爱国人士嘛，那时候我不是讲过吗？啊，那个时候连重庆的那个小政协，地方的了啊，他不是中央的啊，地方啊摔手机哈，然后大骂。哈哈哈大骂，那个是跟我用微信那个时候大骂说犯，确实是犯贱。那时候我说民进党骂犯贱啊，确实是犯贱，为什么不动作？然后来动作之后稍微平息了一下啊，那现在没关系，再来一次。你看那个时候全网一吹文是不是往前推了啊，这个时候再继续吹，再往前推，推到我看你乌龟还能够怎么样熬，我就不信熬到进来搜查你还能够装作若无其事吗？我就不信解放军登岛来搜查你还装作若无其事，你为什么要来啊？赶快离开啊，那就叫绝了啊，那就叫绝了，那真的是叫做乌龟王八练到顶了，连这样子都还可以若无其事，哎，所以赶快斩首了啊！斩首蔡英文，那他就不会这样子在那边装死装傻啊！你还有地方可以说吗？你除了说到美国去，没有地方说了。